刚刚那一场没，本来要过的没过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
这样应该打得死吧。2000万。下一关那个会回技能，也不是下下一关15关才是真王关。15+15那边排要排快一点。其实不一定要10C，不一定要排10C啊，只是就是要排刚好，一定要排刚好就对了。这样子，还排得不够快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不一定，不一定要十四也打得过。这边也是要排吧，看一下。那这一支血量非常的高，这一支血量快2000万，将近2000万，所以这边。我是打算技能开一开，强化盾。那我们用水珠去塞吧。差不多刚好，这个地方开肥婆，然后洗一下，
然后是那个800多万的这个红灯行绿灯停这边行动。还好他没有那个回复力减半。手消随机指定 combo， 这边我刚刚开蛇夫嘛，对不对？他血量是400，哎，怎么是文仲？我以为是梅林。这边开蛇夫吧，又是三 C。强化无鼠盾这个地方，它血量是1300多万。这边要开镜，水火目光暗都有，然后开蛇夫。等一下，水浦还没跳，他两回合，等一下啊，忘记洗出来了啊，两回合的话，这边900多万。他打12498，可以撑，可以撑。两组按，你们觉得打得死吗？两组按，这边不能开龙科。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一个神奇的办法，各位，各位观众，龙科是回血，完全恢复生命力。木跟暗要消除。这样子，
这样是不是就好了？龙科感觉是洗不太回来吧？打多少？那个什么，我个人是觉得，他这个店的位置蛮直白的，你们觉得呢？100多万。这边没有龙科，你们觉得打得过吗？应该可以吧？谢谢大家。这个关卡根本就是做球给蛇夫做的啊。那之后如果再示范其他队伍的话，我可能私底下再拍吧，好不好？目前看来，蛇夫做应该是最好打的啦，只要不要失误的话。